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这张幸运777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70万元，超过11万个7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22号，号码是04668402，04668402。希望这张22号的可以中大奖啦！来来来，先来刮左边这边，中个700元也不错啦。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即得该奖额，或者刮出一个七，即得奖金700元。来一个七吧，不然来，不然三个700元也是700啊。来，700没有，300没有，700两个700了，再一个700，没有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700、700、300、300、200，70万。没有，左边这里没中，真是的，不容易啊。好，来看右边吧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幸运777好像不是很容易中奖，虽然是100块钱的，可是还这个是其实是拍片魔咒哎。我记得以前不是今年玩的，以前玩幸运777在现场玩好像还比较容易中，就买回去刮好像都比较不会中。好，来看这边吧。在任意对角线、直线或横线刮出三个07，即得奖金栏奖额。先把奖金栏的奖金刮出来，700块啦。好，看看这张是拍片魔咒，对不对？每次买回去刮的好像都比较不会中，现场随意刮的好像比较会中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来，04、07，07，哦，有一个07，来中个700元吧。来，07。07，07，所以这边看看这边多少，07，774没有，来看中间这边啊，08也没有，这里01没有，最后的可能了，07，07。如果这个是中，如果这个是07，就700元；如果这不是07，那就做公益了啦。好，开挂，来07，07，07，07，07，04啊！又做公益了啊！目前这一款。今年的这一款还没有开张过，都是公益啊。好，来看一下乌龟代码在哪里。乌龟代码 OSHHSO 啊，随便啦，反正就是公益。突然觉得这一款，其实后面的人应该很开心啊，因为中奖率好像30%左右。然后乌龟的我已经买走了不少张了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幸运777刮刮乐，尾数22号宣告干枯，做了200块的公益啦。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